最后一日在大阪，我们去了立食，咁都是一些简单的乌冬啊、荞麦面咁样。京都塔，跟住咧，我哋去到京都咧，我哋就搭巴士去下鸭神社，睇下啲雪几厚堆到。下鸭神社咧都系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嚟嘅，呢个叫河合神社。咁入神社第一步咧就系要向神明鞠躬先，跟住咧就系洗一洗手。女性守护日本第一美丽神。你想不想变美丽啊？我而家去许愿先，俾一百嘢。好啦，我哋啱啱咧就已经求咗美丽同埋好姻缘。因为我生一年游啦，我哋就拎埋发牌咧去呢度玩啦。咁搞笑，去呢度又摆咗块镜喺度俾你对住自己个样玩。呢度咧仲有啲颜色，好多好多眼镜，我觉得好啱。我哋啱啱画完啦，咁我哋咧就会将佢挂上去噶啦。耶！好靓啊，呢度啲树好靓啊！下巡是一个很大的 area 嚟噶。俾一万 yen， 有人就会帮你祈祷。真的很好笑，晏昼肚饿的时候，我们就在附近找了一间荞麦面去吃。铺面望落去是一个很传统的铺头，但是呢我们就觉得有点贵，性价比都不高，份量非常小。开心，啱啱买咗顶帽，好得意。最后咧就去咗食呢个一百 yen 嘅回转寿司。我想食，你食唔食可以？咁一百 yen 嚟讲咧，佢嘅性价比都非常之高噶，同埋食材都唔错。我哋系食咗咁多。六，而家深夜就嚟一点嘅时间，我哋向当田捧住呢个一列嘅阿沙希，呢个好正啊！呢个同埋一堆战利品，翻酒店，拜，听日就翻香港啦，听朝早，而家系朝早一点几。我拉住个机票，去等天王之神搭哈鲁卡去机场。冻到个毛咧，好似变咗冰咯。
笑死！琴晚買咗未飲，而家喺機場，快啲喺入去之前飲咗佢先。我哋而家喺度等緊 Family Mart 開門，開嘅，勁誇張，開九點喎！我哋而家係。我哋嘅相機嘅時間應該係 boarding 係8:50，我哋等佢開門，然之後5分鐘內九點即刻送佢翻。哇！我哋等到佢開門啊，佢先。如果中意我嘅片就請俾個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